杭州郑女士说的都对。记得郑女士说的都对，郑女士说的都是对的。好多人都来问我，郑女士，你是不是准备要出道了？并没有，我只是想多一个平台和大家分享我的生活和工作。最近一直都是你的高光时刻，我们也特地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。哇，真的吗？郑女士，你可以为喜欢你的朋友唱一首歌吗？其实就是给粉丝们的福利啦。是谁的心啊，孤单的留下，他还好吗？我多想爱他。觉得我唱的好的，赶紧点右边的小心心哦。郑女士唱的也都对哦。